开学症候群伤害影响一学期。老师十点的时候就打给我。二宝啊，他那个脸青损损的，好像生病了，很尴尬。开学第一天请病假是因为没有睡饱。我碰到一个案例，他其实在学校工作很好，可他也是有开学症候群，他每一学期都被选当班长，然后开学就有压力，带动脾气上学，学习效果也不好。对，开学一开始就是起跑点一输，后面就一路输。对，今天晚间八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三三频道。